知唔知啊？黑蒸族真系冇充电嘅功能，信我信我啦吓！戴咗水晶咁耐都 feel 唔到能量，我相信唔系水晶嘅问题，系你嘅问题啊！唔紧要，上嚟揾个 Peter Sir， 我一定教你可以 feel 到能量。嗱，我成日都有讲啦，嗱，如果你嘅水晶啦，系啦，好似啊愿望水晶啊，好啦，咁咧我哋摆喺一啲嘅白晶族嗰度啦，插电，咁好啦，嗱，如果你一啲所谓嘅去负能量嘅吓黑色嘅水晶系列啦，咁好啦。是不是摆返呢个黑色嘅晶族会不会更好呢？大家要留意喎，黑色呢就係吸嘅去负能量嘅。咁好啦，如果你话呢、这个好似呢个黑色晶族啦，你摆上去嘅其实可唔可以做到呢个系插电嘅功能啦？因为点解呢？黑色嘅佢个本身呢个能量呢系一个系吸嘅。你唔会将一条呢譬如嚟一个例子啦，一个污糟嘅毛巾去我嚟洗面㗎嘛，系咪？所以大家要留意，如果你话我真系好担心嘅，可以你嗱，你独立啦，你摆一个盒白晶族嗰度，细细个唔使戴嘅，嗱，你摆上去，咁咧就唔会话担心去污染到其他啦。嗱，分开系一定要嘅，但系唔系话我话会唔会黑色就摆翻黑色会更好咧？嗱，呢个咧相信大家咧吓，大家要留意啦。咁你如果嗱，好似呢啲黑曜石啦，我成日有讲嘅，一支支嘅，你爱嚟咧摆喺一啲譬如角落头啊，去吸负能量系 OK 嘅，但系就。唔可以就係、是、黑色咧，就可以有個發射嘅功能，所以大家要分開，如果你擺上去咧，其實咧就係冇咩用噶啦。